五，可以再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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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
对吧？好 ，OK 吗？非常快速。所以这边后来决定的分数分配是3-2 ，OK。也就是要带给大家的桌游是这一款《孩子们的福尔摩沙》。这一款桌游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带大家去认识这个我们目前身边正在发生的一些议题。也就是说，每件事情是平行发生，不是独立事件。事件不会等一件结束了才接着下一件，而是很多很多事情一直不断的发生，一直不断的出现。我觉得这个桌游是给我们一个方式去了解现在社会上发生的事情，然后还有怎么去处理他们。这可能是我们平常看新闻没办法知道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这堂课对我们帮助其实蛮大的。一桌就是一个企业，所以在座有我的企业。那目前呢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共识，也就是说我们在开始前呢，你要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，也许是要认真赚钱，也许是要认真的回馈社会的一个企业。刚刚的桌游游戏中也会发现说，其实那些具有领导权力的人，他们会在说，在利益与永续发展中拉扯，然后导致说，最后可能会为了利益而舍去对社会问题解决方法造成负面的影响。你可能可以想想，你最关注的事情是什么？你可以为这件事情做下什么一些小小的行动？这个活动会有一些 SDGs 的桌游，来让年轻人去跟彼此不同领域的年轻人来交流互动，其实他就可以看到更多他所想要看到的东西。